呸！人命鬼这么酸！哎呀，歇了！好，哎呦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混蛋！哎，别打了！别打呀！别打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住手！救命啊！哎呀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干什么呀？啊，住手！哎呦，原来是天队长呀！哎，没事没事，小的们活动活动筋骨，绝对没事儿。没事啊。我看你们活得挺滋润呢，要不要在皇军那边给你们找点苦力差事看看？哎，别别别别，给日本人干活哪有回来的呀？小的们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呀！给老人家赔不是。啊，好好好，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滚！回到回到，谢谢谢谢，来把老人家摊在佛前。要不是长官心好啊，来大爷来来来来，老夫的命啊都没了，这来来来，你来你来，真是，来来来来。这我怎么敢呢？你看，你都救了我的命，拿着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弟兄们，还有任务呢，快走。好，胖子，赶紧走了，有人找我。谢谢，走走走。大爷，我们走了啊。慢走啊，田队长。哎呦，这好人呐，好人呐。大爷，回去吧。总算还有一个说人话的。要吧，俺非得扇他们几个大嘴巴子不行。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说的伪军队长天队长，咱们要不要跟上去？这事儿以后再说，先找着土狼队的驻扎大院。这人看着眼熟啊。小尼哥，伪军你也有熟人？我说的是眼熟，谁跟你说有熟人了？皇协军队长天亮前来报道。啊，是天队长。自从天队长接手了治安防御，巨龙一带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。天队长功不可没。太君您夸奖了，主要是太君的支持，天某小有效力，不敢鞠躬。啊，天队长人才难得，所以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想要交给你。属下愿肝脑涂地，不知是什么任务？有一批重要的物资急需运送，需要你来协助。没问题，不知道太君要送到哪里去？西山岗梢。啊，西山，小的听说那里曾有八路出没呀。正是。那这怎么，你不愿意？属下不敢。太君你也知道，我们皇协军的战斗力，这万一遇到八路，这天队长。这是大佐对你的信任，难道你……不敢不敢，只要皇军相信我，我一定力保物资周全。よし，那就明天一早出发。